最新上架有兩條 Voltex 的耳機線，一條就是 Alida， 一條就是 Nira 的。我怎會認識它呢？就是上去卡圖玩，它借了這條 Alida 給我試。我一拿上手其實就很歡喜的外形，第一它有很實淨的耳掛，第二它條線的外皮非常挺身，即是不會一抽東西打結那些，外表已經很得我心了。然後一聽上去的聲音，咦，亦都幾中意喎。咁啊，最大嘅賣點咧，其實就係佢用咗 Effect Audio 嘅 Con X 插頭。咁即使咧，佢支援四款嘅Panasonic Ear 啦、IPX 啦、MMCX 啦，同埋兩片 CM 嘅。咁所以我用我嘅最喜歡嘅Acoustune 2000MX 咧，都係用到嘅。咁用完條 Alida 之後，覺得幾中意咧，亦都借埋嗰條Nira 嚟試嘅。咁 Nira 咧，你會見到咧嚇。那個外形啊，質感完全不同啦，是一條藍色四角同埋用聚合物做外皮的線嚇。咁我哋睇一睇呢兩條線嘅規格先。Vertex CFS 系列 Alida 耳機線規格結構是灰色布網雙層複合屏蔽同軸，物料是 4N 純銀導金加 5N LCOFC 無氧銅導銀，線規是 20.5 AWG， 每一條都標配 Con X 插頭。輸入插頭配有 2.5、3.5 同 4.4mm， 售價是3980元。 Evoki 系列 Nira 耳機線規格結構 Litus Type 4，是一條四角的耳機線，物料是 5N LCOFC 無氧銅導銀，線規是 23AWG， 每一條都標配 Con X 插頭，輸入插頭配有 2.5、3.5 同 4.4mm， 定價是2980元。講完規格之後咧，想講一下個包裝啲配件咁樣啦。喂，原來耳機線係可以嚇咁大個盒嘅。之前見過耳機線可能係一個袋啊，或者一個細啲嘅盒啦。而家呢兩條線咧，個包裝直頭好似買耳機咁樣樣啊。咁其實啊，你見到佢有個收納盒啦，都夠大嘅，可以擺埋你自己嘅耳機啦。另外有一個被套啦，即係俾你扎住條線用啦。雖然我就唔會用啦，我驚唔見啦，所以都係擺喺個盒度。最緊要咧就係呢盒細細盒，呢盒細細盒反而係最緊要嘅配件，就係佢齊曬頭先話可以換嘅其他插頭喺裡面嘅。同埋翻到嚟一開箱嘅時候咧，其實咧有一塊咁嘅皮咁嘅嘢咧，就封咗個面。平時我哋見到可能係張泡泡紙或者張牛油紙咁樣，依話佢有塊皮咁樣擺喺面，我心諗使唔使咁串啊？但係到我拍嘢嘅時候我就知啦，喂，原來咁樣擺喺度好靚嘅，或者原來你換線啊、換頭嘅時候，你咁樣鋪一鋪喺度咧，真係好似去咗專業耳機店咁樣啊！即係專業耳機店咪有個兜咁樣樣俾你，或者有塊嘢鋪喺度俾你，甚至係你睇名錶嘅時候咪有塊嘢鋪喺度，呢塊嘢咧就好似嗰塊嘢咁啊！即係我頭先自己喺度玩線嘅時候咧，其實呢塊嘢係舒服咗同開心咗嘅，所以唔好睇小佢啊！咁呢兩條線咧都有 2.5、3.5 同 4.4 嘅版本啦，我手頭上就係 4.4 嘅版本嚟嘅。咁現在試一試兩條耳機線先 ，DAP 我會用 DX300 啦，另外耳機咧就會用 Acoustune 嘅 2000MX 嘅。頭先睇規格嘅時候咧，都留意到兩條耳機線咧都有用到 5N 銅導銀嘅，不過 Alida 咧仲用多咗呢個叫做純銀導金添。咁純銀導金咧通常都會提高咗分析力啦，同埋潤澤度嘅。咁當我頭先比較呢兩條耳機線嘅時候咧，真係發現咧 Alida 咧其實係第一佢真係比較靜啦，一插入去咧嗰個寧靜度咧係非常之明顯嘅，即係好黑嘅個背景。咁另外咧喺嗰啲人聲啊，同樂器嚟講咧，個分析力好高，分得好開嘅，比較係無論嘴型又好啦，樂器又好啦，嗰個定位係非常之細緻，亦都唔會乾澀嘅。反而咧 ，Nira 咧，我試咗之後咧，我覺得佢嘅聽感係好刺激嘅。雖然相對Alida 嚟講咧，佢係會比較冇咁靜。但是大家都知道譬如我們聽 CD 和黑膠的，而且確黑膠是沒有 CD 那麼靜，那是不是一定代表 CD 就好聽過黑膠呢？是不是不代表的嘛？這個情況就好像我剛才試這兩條線，雖然 Nira 是沒有那麼靜的，
但我聽很多音樂的時候，我覺得那個節拍感啊，俾到我的動態咧，係好似 Nira 咧係會比較大的。所以如果你是喜歡一些分析力高啊、交響樂啊，比較是著重於中高頻的聲音的話，可能呢 Alida 呢會適合你多些。但是如果你是喜歡聽流行曲啊、聽爵士樂啊，好像我這樣，或者聽一些現代的樂器、現代的編曲的東西呢，可能 Nira 給到你的官能刺激呢是會大一些的。咁所以佢嘅定價咧，雖然係爭成1000蚊嚇，阿 Lida 嘅定價係3980，而 Nira 嘅定價咧2980，但我唔覺得係一個質素上嘅高低，而係取態上嘅不同嘅。呢兩條耳機線咧，如果我揀中意啲咧，我又係揀平嗰啲喎，我係會揀 Nira 嘅，因為 Nira 咧我好適合我最近聽的所有歌，尤其我最近聽很多新的廣東歌，而家新的廣東歌很好聽，所以如果聽新的廣東歌，我會介紹大家聽 Nira 的。反而聽一些很靜的東西，喜歡聽很高分析力的東西，喜歡聽交響樂，我就會介紹你用 Alida 了。咁現在購買以上其中一條耳機線，不論你係 Alida 啦，定係 Nira 都好咧，都可以用999蚊優惠價加購同廠嘅呢條新嘅耳機線，叫 N2B 啊。咁 N2B 呢條耳機線咧，原價係1880蚊嘅，咁999蚊即係接近半價啦 ，under 1000蚊可以買到啦。你見到佢結構咧，其實比較似 Alida 嘅。即係外表嚟講，我係好中意佢嘅，好實淨嘅耳勾位啦，同埋就好挺身嘅線身啦，嚇布嘅線身啦，我覺得仲靚過 Alida 嘅墨綠色嚇，呢個少少暗綠色啊。如果你中意暗綠色嘅，應該會好中意呢條耳機線嘅。咁我自己嘅選擇就會係條主線俾 Acoustune 2000NX 使用嘅，我就會用呢個 Nira 啦。另外999蚊咧，我就會揀條都係4.4插頭，不過我就會揀兩邊啦，兩腳插嘅，因為兩邊 CM 嘅耳機咧，我自己就會比較多啲。咁呢條咧就可以備用或者俾 2000MX 以外嘅耳機使用啦。Cito Project 的會員就記得使用你的購物金去購買新產品啦。另外購買了新產品之後咧，每1000蚊咧，我哋係會回贈翻38蚊的購物金，咁你下張單咧就即刻可以使用噶啦。喂，頭先有一樣重點未講，就係點解都係揀咗 Nira？ 除了好聲之外，你睇下佢嘅藍色同我只 MX 2000襯到如何可以不愛它咧？